首先裤子我一样先把颜色给各位看，我身上穿的水蓝色，然后还有我们非常漂亮的豆粉色，还有最百搭的黑色，三个颜色全雪纺纱，非常的舒适冰凉哦。它呢是一个到 L 号都可以驾驭的一件裤子，前面呢是做这种非常有质感的切割面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线条可以绑带，之外呢后面是做上松紧，所以呢 SML 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，不论是在肚围腰围都可以。好，这边拆开之后，它只是一个造型，它这边是做这样子的，好，开片式的一个造型。其实啊，大家不太特别需要去换内着，里面已经有一件短裤的小内里在里面了。所以有没有看到我的脚若隐若现的感觉？它是没有透光的，只要你不要穿黑色的内裤，就没有任何的干扰。这边帮大家做压折，也是若隐若现，这个在阳光下会更美，因为它就整个是若隐若现。那我们就轻轻的把这个绑带蝴蝶结绑好。裤长呢，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按照这个高低自己去做调整。所以呢，妞儿的身高是161公分，如果你是比较小个，也不足以落地，顶多到我的小骨头这边，小脚踝的骨头哦。好，后面的部分是走松紧织带的，所以呢，松紧织带的，所以呢，非常非常的方便舒适，松紧带的。好，前片呢，为了要让这件裤子比较有质感，所以呢，前面我们不做松紧带哦。这样也是一个就是蛮休闲的 look， 不会到非常非常的知性，所以呢，看你自己想要把你自己塑造成什么样子。